Hello， 我是仓鼠三哥，这是这两只新到的小仓鼠，已经把它们洗完澡了，现在已经放到箱子里边静养一下子。现在把它们这的大箱子开一下，看一下里边有什么什么样的鼠笼子。这么多都是木屑，这是木屑。这么一大包，这好像是尿沙。可以，这尿沙有三四斤重的。乖乖的，现在开始组装这个小城堡，感觉还蛮新的。现在开始组装，这是拼装完的新笼子，不吹不累啊。小巧又可爱，养这两只小仓鼠啊是绰绰有余的。由于这仓鼠年龄段实在太小了，这是小天元，这个小城堡和小天元的底盘上是差不多大的，价位上好像是在10块和20块钱左右吧。这两个笼子，你说让他们住哪个笼子呢？好好，不调皮了，不调皮了。这是傻姑娘的笼子。当直接他们住到大房子里边去了。这样子这两只新来的小仓鼠也算是住到新家里了。感觉他们在我家过得快快乐乐的。喜欢我的视频请关注我。我是仓鼠三哥，家里边有一堆仓鼠。加上这两只已经8只了，我压力山大呀！喜欢我，请关注。